果冻安排起来，老规矩，在我们吃大油大腻的时候，经常吃宵夜的时候，在这之前吃一条果冻。行不行？我一句吃完还是喝点热水，我依旧配的是它。麻辣牛肉，这是我最爱。油太香了，再来一个嫩牛肉。这我吃的，大餐之前必备的这个酵素果冻宝宝啊，79.9发5盒，我挂在下方的链接，大家可以去拍啊，一定要搭配茶的话会更好，宝宝。它俩搭配，你吃啥你都不累。